三重新社工推出新春福袋，今年限量5000个，在农历除夕晚上11点半开始发送。今年福袋还随机增加了发财金，因为是限量呢，5000个红包送完为止。三重新社工按照往年传统，今年同样也准备了新春福袋要来免费发放，预计第一波发放时间是在除夕夜的晚上11点半，第二波则是在大年初一的早上。啊，这福袋里面吼有真多。啊，包了这个吃甜甜啊，迄、那个啊，第二新的一年会当有好的彩头，所以除了福袋以外，還有这个啊，这个新另外一种的福袋吼，祝福大家第二新的一年会当合家平安，欢迎第二过年也来。那大概都在除夕晚上哦，都差不多发完，但是我们保留一些，就在初一早上哈、哦，欢迎各位来行春的时候。我们会现场再来发放。另外，今年福袋不同于以往，里头还有随机的发财金可以兑换，面额最高来到1000元。咱今年较特殊滴咧，发财金内底有这兑换券，有1000块的，有这200块啊500块，唔是讲每一个拢有哦，但是摕到你要注意看，内底哪有这兑换券啊，祝你就是新的钱会当再完光景吼。欢迎在过年嘛，11点半来新社宫来拜神龙大帝，求好的。好彩头吼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合家平安，大家大赚钱。福袋数量限量5000个，有兴趣索取的民众可把握机会参与。记者方继凯带华三重采访报道。